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圣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四，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无一行品第三之二。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大德世尊，颇有浮土，五浊恶世空无佛时，其中众生烦恼炽盛，习诸恶行，愚痴狠戾，难可化导。为刹帝利旃陀罗、宰官旃陀罗、居士旃陀罗、长者旃陀罗、婆罗门旃陀罗、如是等人，善根微少，无有细心，谄取愚痴，怀聪明慢，不见不畏后世苦果，离善知识，乃至去向无间地狱。如是等人为财力故，与诸破戒恶行必除，相助共为非法朋党，皆定去向无间地狱。若有事处，我当助彼，以佛世尊、如来法王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无上微妙甘露法味，方便化导，令得受行。拔济如是刹帝利旃陀罗，乃至婆罗门旃陀罗，令不去向无间地狱。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于未来世此佛土中，有诸众生烦恼炽盛，习诸恶行，愚痴狠戾，难可化导。为刹帝利旃陀罗、宰官旃陀罗、居士旃陀罗、长者旃陀罗、沙门旃陀罗、婆罗门旃陀罗，如是等人善根微少，无有信心，谄取愚痴，怀聪明慢，离善知识，言无真实，不能随顺善知识语，常行诽谤毁子骂戾，于诸正法犹豫倒见，不见不畏后世苦果，常要习尽诸恶律仪，好行杀生，乃至邪见，欺狂世间，自他俱损。是刹帝利旃陀罗乃至婆罗门旃陀罗，坏乱我法，于我法中而得出家，毁破禁戒，乐盈俗业。彼刹帝利乃至婆罗门等恭敬供养，贪利求财，有言无行，传书送印，通信往来，商贾贩役，好习外典，种植营农，藏住宝物，守护园宅，妻妾男女习行符印，咒术使鬼，占相吉凶，和合汤药，疗病求财，以自活命，贪着饮食衣服宝饰，勤营俗物，毁犯施罗，行诸恶法，背因狗行，实非沙门，自称沙门，实非梵行，自称梵行。彼刹帝利旃陀罗乃至婆罗门旃陀罗，爱乐亲近，恭敬供养，听受言教，此破戒者
于刹帝利旃陀罗乃至婆罗门旃陀罗亦乐亲近，恭敬供养，听受言教。若见有人于我法中得出家以具戒复德精进修行学无学行乃至正德最后极果，彼刹帝利旃陀罗乃至婆罗门旃陀罗即生增吉，不乐亲近，恭敬供养，听受言教。善男子，譬如有人入宝洲主，弃舍种种地青大青金银珍珠红莲花色伐琉璃等大价珍宝，取迦遮珠，于未来世此佛土中有刹帝利旃陀罗乃至婆罗门旃陀罗亦复如是入我正法宝洲主中，弃舍种种具戒复德，乐胜异地，具足惭愧学无学人极善一生，精勤修学六道彼岸，具诸功德真圣弟子，取诸破戒好行众恶无惭无愧，言辞粗犷身心骄傲，离诸白法无慈无悲，恶行必除以为福田，恭敬供养，听受言教。如是恶人师及弟子具定去向无间地狱。善男子，有十恶轮于未来世此佛土中有刹帝利旃陀罗、宰官旃陀罗、居士旃陀罗、长者旃陀罗、沙门旃陀罗、婆罗门旃陀罗，如是等人于十恶轮或随成一或具成就，先所修集一切善根摧坏烧灭，皆为灰烬，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于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地狱。何等为实？如是破戒恶行必除，有刹帝利及宰官等忍受恶见，谤阿恋惹清净必除言，诸忍者如是必除愚痴凡伪诈现异象，狂惑世间，为求饮食衣服利养，恭敬名誉，自赞毁他，嫉妒斗乱，贪着名利，无有厌足，应当摒处，勿受其言。如是必除专行妄语，离地十法，于此皆无得道果者，亦无离欲永尽诸漏，但为利养恭敬名誉。住阿恋惹自现有德，甚莫供养恭敬成事，如是禅取非真福田，非行道者。十刹帝利旃陀罗乃至婆罗门旃陀罗于阿恋惹清净必除，不生信心，稀有之想，心无恭敬，一怀灵命，不乐亲近，诚是供养，所有言说皆不听受，轻毁如是住阿恋惹清净必除，即是轻毁一切法眼三宝种性。十彼国中有诸天龙药叉神等信敬三宝无动坏者，于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生嗔愤，互相畏言，人登当官，此刹帝利宰官居士
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皆悉清毁一切法眼三宝种性，损灭善根，由恶有力摄诸罪业，当堕恶趣。我等从今勿复拥护此刹帝利、旃陀罗等，并其所居国土城邑，作是予以一切天龙药叉神等，皆悉弃舍，不复拥护彼刹帝利、旃陀罗等，并彼所居国土城邑，与彼国土一切法器、真实福田，皆出其国，设有住者一生舍心，不复护念。由诸天龙、药叉神等，及诸法器、真实福田，与刹帝利、旃陀罗等，并彼所居国土城邑，皆舍守护，不护念已，使彼国土自君他君，敬其亲灵，更相残害，积意积谨，因此复兴。彼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一切国民皆无欢乐，先所爱乐，今夕别离，朋友眷属更相嗔恨，见谋哀二，无慈无悲，嫉妒悭贪，众恶皆起。所谓杀生乃至邪见，无惭无愧，食用一切苏堵波物及僧祇物，曾无悔心。彼刹帝利、旃陀罗王增吉忠贤，爱乐禅宁，令己观树，互相亲灵，奋会结怨，兴诸斗政，共于邻国交阵战时，军事离心，无不退败。彼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于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地狱。复次，善男子，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虽恶有行，善根微少，禅取愚痴，怀聪明慢，于三宝所无纯净心，不见不畏后世苦果。此有一类，于声闻圣得微少信，实是愚痴，自谓聪明，于我所说圆觉圣法及大圣法，回子诽谤，不听众生受持读诵，下至一诵。复有一类，于圆觉圣得微少信，实是愚痴，自谓聪明，于我所说声闻圣法及大圣法，回子诽谤，不听众生受持读诵，下至一诵。复有一类，于大圣法得微少信，实是愚痴，自谓聪明，于我所说声闻圣法、圆觉圣法，回子诽谤，不听众生受持读诵，下至一诵。如是等人，名为毁谤佛正法者，亦为违逆三世诸佛，破三世佛一切法藏，焚烧断灭，皆为灰烬，断坏一切八支圣道，挑坏无量众生法眼。若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于佛所说声闻圣法、圆觉圣法及大圣法，障碍复藏，令其隐没，乃至一诵，当知是人名不恭敬，一切法眼
三宝种姓，由是因缘令护国土一切天龙药叉神等信敬三宝无动坏者，于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生嗔愤，广说乃至比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于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大狱。复次，善男子，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随逐破戒恶必除行，广说乃至于彼国中有诸法器真实福田，于刹帝利、旃陀罗等皆住舍心而不护念，虽居其国而依法住，常不喜乐俗间居止，亦不烁烁往施主家，设令暂往而护语言，纵有语言曾无虚狂，终不对比在家人前讥毁轻弄诸破戒者，于诸破戒恶行必除，终不轻然折香简问，亦不现象故显其非，常尽福田远诸破戒，而彼破戒恶行必除，于此持戒真善行者反生嗔恨，轻毁亲灵于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在家男女大小等前，种种谗曲虚妄谈论，毁子诽谤此持戒者，令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与我弟子少欲知足，持戒多闻，具妙辩才诸必除所，心生嗔恨，种种粗言喝骂逼切，令心忧恼，身不安泰，获夺衣钵诸资身具，令其匮乏，获夺所施四方僧物，不听受用，或避牢狱枷锁拷处，或解肢节，或斩身首。善男子，当观如是诸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亲近破戒恶行必除，造作如是种种大罪，乃至当堕无间地狱。若诸众生作五无间，或犯众戒，或尽无间性罪，遮罪尤轻。如是诸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亲近破戒越发重罪。善男子，如是破戒恶行必除，虽作如是越发重罪，而依我法剃除须发，披服袈裟，禁止威仪，同诸贤圣，我尚不许国王大臣诸在家者依俗正法，以鞭杖等垂拷其身，或避牢狱，或负喝骂，或解肢节，或断其命，况依非法。国王大臣诸在家者若作此事，便获大罪，决定当生无间地狱。于诸破戒恶行必除，犹尚不应如是责罚，何况持戒真善行者。善男子，若有必除，于诸根本性重罪中随犯一罪，虽名破戒恶行必除，而于亲教和合僧中所得律仪犹不断绝，乃至弃舍所学施罗，
犹有白发香气随逐。国王大臣诸在家者，无有律仪，不应轻慢，即加责罚。如是必除，虽非法器，退失圣法，秽杂轻重，破坏一切沙门法事，不得受用四方僧物，而于亲教和合僧中所得律仪，不弃舍故，由胜一切在家白衣。犯性罪者尚应如是，况犯其余诸小遮罪。是故不许国王大臣诸在家者轻慢折罚。所以者何？善男子，乃往过去有迦奢国王，名梵寿赤旃陀罗，有大象王，名青莲木，六牙俱足，住雪山边，如可王比，拔取牙来，若不得者，汝等五人定无活意。使旃陀罗为护身命，直持弓箭，披赤袈裟，乍现沙门威仪形象，往雪山边，至象王所，十比母象遥见人来，直持弓箭，经不持走，亦向王所白言：大天，今见有人张弓捻箭，徐行是搀，来去我等，将非我等命欲尽也。向王闻已，举目便见剃除须发着袈裟人，即为母相而说颂曰：披净伽沙等诸佛法床相，观此离诸恶，必不害众生。时彼母相以颂答言：虽知披法服而直持弓箭，是恶旃陀罗，乐恶无悲悯。时大象王复说颂曰：见袈裟衣相，知是慈悲本，此必归佛者，悯念诸众生，如勿怀疑虑，宜应速摄心。披此法衣人欲渡生死海，使旃陀罗即以毒箭弯弓审射中象王心。母象见之，举声嚎啕，悲哀哽咽，以颂白言：披此法衣人，宜应定归佛。威仪虽寂静，而怀毒恶心，应速踏彼身，令其命根断，灭此怨令尽，以赦天身故。时大象王以颂答曰：宁速舍生命，不应生恶心，彼虽怀诈心，犹似佛弟子。智者非为命，而怀清净心，为度诸有情，常习菩提行。时大象王心生悲悯，徐问人曰：汝何所需？彼人答曰：欲须汝牙。象王欢喜，即自拔牙，使旃陀罗而说颂曰：我以白牙今施汝，无愤无恨无贪惜，愿此施福当成佛，灭诸众生烦恼病。善男子，当观如是过去相王，虽受无暇傍生去身，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而能弃舍生命无力，恭敬尊重着袈裟人，虽彼为愿而不加报。然未来世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时是愚痴，怀聪明慢，谗取虚诈，欺狂日间，不见不畏，后世苦果。于归我法而出家者，
若是法器，若非法器，诸弟子所恼乱喝骂，或以鞭杖处踏其身，或必牢狱，乃至断命。此于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犯诸大罪，决定当去无间地狱，断灭善根，焚烧香许，一切智者之所远离。彼既造作如是重罪，复怀傲慢，狂惑世间，自称我等亦求无上正等菩提，我是大圣，当得作佛。譬如有人自挑其目，盲无所见，而欲导他登上大山，终无是处。于未来世，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亦复如是。于归我法而出家者，若是法器，若非法器，诸弟子所恼乱喝骂，或以鞭杖处踏其身，或必牢狱，乃至断命。此于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犯诸大罪，断灭善根，焚烧香许，一切智者之所远离，决定当去无间地狱。彼既造作如是重罪，复怀傲慢，狂惑世间，自称我等一求无上正等菩提，我是大圣，当得作佛。彼有恼乱出家人故，下贱人身尚难可得，况当能证二圣菩提、无上大圣，于其绝分。有善男子，过去有国名波遮罗，王号圣君，统领彼国，时彼有一大丘旷所，名切兰婆，甚可怖畏，要叉罗刹，多住其中。若有人见，心惊毛竖，十国有人，罪应何死？王赤典狱，复其五处，送切兰婆大丘旷所，令诸恶鬼食啖其身。罪人闻已，为护命故，即剃须发，求觅袈裟，欲得一片，自系其颈。十典狱者如王所敕，复其五处，送丘旷中。诸人怀疑，至于夜分，有大罗刹母，名刀剑眼，与五千眷属来入冢间，罪人遥见，身心惊悚。时罗刹母见有此人，被缚五处，剃除须发，片赤袈裟，系其颈下，即便右绕尊重顶礼，合掌恭敬，而说颂言：人可自安慰，我终不害汝。见剃发染衣，令我忆念佛。时罗刹子白其母曰：母我为饥渴，甚逼切身心，愿听使此人息苦身心乐。时罗刹母便告子言：披净结沙佛，解脱床相衣，于此起恶心，定堕无间狱。时罗刹子与诸眷属又绕此人尊重顶礼，合掌恭敬，而说颂曰：忏悔染衣人，我宁于父母造身于异恶，于汝终无害。尔时复有大罗刹母，名驴罗齿，亦有五千眷属围绕来入冢间。时罗刹母亦见此人被缚五处，剃除须发，片赤袈裟，系其颈下，即便又绕尊重顶礼，合掌恭敬，而说颂言：人与我物布，如颈所系服，是仙床相依，我顶礼供养。
时罗刹子白其母曰：人血肉甘美，愿母听我时，增长身心力，勇猛无所谓。时罗刹母便告子言：人天等妙乐，由恭敬出家，故供养染衣，当获无量乐。时罗刹子与诸眷属又绕此人尊重顶礼，合掌恭敬，而说颂曰：我今恭敬礼，剃发染衣人，愿当于未来见佛身生性。尔时复有大罗刹母名狰狞发，亦有五千眷属围绕来入种间。时罗刹母亦见此人背负五处，剃除须发，片赤袈裟，系其颈下，即便又绕尊重顶礼，合掌恭敬，而说颂言：大仙床相依，智者应赞奉，若能修供养，必断诸有缚。时罗刹子白吉母曰：此人身血肉，国王之所赖，愿听我引诞，得力成事母。时罗刹母便告子言：如是染衣人非如所应时，于此起恶者，当成大苦气。时罗刹子与诸眷属又绕此人尊重顶礼，合掌恭敬，而说颂曰：汝是大仙种，堪为良福田，故我修供养，愿绝诸有缚。尔时复有大罗刹母名刀剑口，亦有五千眷属围绕来入种间。时罗刹母亦见此人背负五处，剃除须发，片赤袈裟，系其颈下，即便又绕尊重顶礼，合掌恭敬，而说颂言：汝今披法衣，必去涅槃乐，故我不害汝，恐诸佛所呵。时罗刹子白吉母曰：我常吸精气，饮淡人血肉，愿听使此人令色力充盛。时罗刹母便告子言：若害着袈裟，剃除须发者，必堕无间狱，久受大苦气。时罗刹子与诸眷属又绕此人尊重顶礼，合掌恭敬，而说颂曰：我等不地狱，故不害汝命，当解放汝身，愿脱地狱苦。时诸罗刹母子眷属同起慈心，解此人缚，忏谢未愈，欢喜放还。此人清淡，即至王所，以如上事具白于王。时圣君王及诸眷属闻之惊悦，叹未曾有，极力调治，颁告国人：自今以后，于我国中有佛弟子，若持戒，若破戒，下至无戒，但剃须发，披服袈裟，诸有亲灵或加害者，当以死罪而刑罚之。由此因缘，众人慕德渐渐归化，王善不周，皆共诚心归敬三宝。善男子，当观如是过去罗刹，虽受无暇恶鬼去身，吸人精气，饮淡血肉，恶心炽盛，无有慈悲。而见无戒剃除须发，以片袈裟挂其颈者，即便又绕尊重顶礼，恭敬赞颂，无损害心。然未来世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怀毒恶，无有慈悯，造罪过于药叉罗刹，
愚痴傲慢，断灭善根，愚归我法而出家者，若是法器，若非法器，剃除须发，披服袈裟，诸弟子所不生恭敬，恼乱喝骂，或以鞭杖处踏其身，或必牢狱，乃至断命。此于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犯诸大罪，断灭善根，焚烧相续，一切智者之所远离，决定当生无间地狱。又善男子，昔有国王名超福德，有人犯过罪应何死，王姓仁慈，不欲断命。有一大臣多诸智策，前白王曰：愿勿为忧，终不令王得杀生罪，不复魁快，令杀此人。使彼大臣以己智力将犯罪人复恶罪相，使恶罪相以鼻卷取罪人两颈，举上空中，尽其势力欲扑于地。忽见此人尚有赤色，未是袈裟，心生敬信，便徐直地颤谢悲嚎，跪伏于前，以鼻闻足，身心敬重，瞻仰彼人。大臣见已，持还白王。王闻喜恶，叹未曾有，便斥国人弘敬三宝，因思断杀，王甚不周。善男子，当观如是过去罪相，虽受无暇，傍生去身，而净袈裟，不造恶业。然未来世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怀毒恶，无有慈悯，造诸罪业，过恶罪相，愚痴傲慢，断灭善根，愚归我法而出家者，若是法器，若非法器，剃除须发，披服袈裟，诸弟子所不生恭敬，恼乱喝骂，或以鞭杖处踏其身，或必牢狱，乃至断命。此于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犯诸大罪，断灭善根，焚烧相续，一切智者之所远离，决定当生无间地狱。若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成就如是第三恶轮，由此因缘令护国土一切天龙要叉神等信敬三宝无动坏者，于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生嗔愤，广说乃至比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余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地狱。复次，善男子，于未来世此佛土中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随恶有行，善根微少，广说乃至不见不畏后世苦果，见有所施四方僧物，为诸四摄或四摄物，或诸园林或园林物，或诸庄田或庄田物，或所摄受净人男女，或所摄受畜生种类，或所摄受衣服饮食，或所摄受床座夫具，或所摄受病源医药，或所摄受种种资身应受用物，
如是所施四方僧物，俱计复得精进修行，学无学行，乃至正德，最后极果，清净必除，所应受用。比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以强势力侵夺俱戒清净必除，不听受用，毁于破戒恶行必除，经营在家诸俗业者，令供受用，或独受用，破戒必除，既受得已，或共受用，或独受用，或与俗人同共受用。由是因缘，令护国土一切天龙药叉神等，信敬三宝无动坏者，于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生嗔愤，广说乃至比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余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地狱。复次，善男子，于未来世此佛土中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虽恶有行，善根微少，广说乃至不见不畏后世苦果，见依我法而出家者，聪锐多闻，语甚圆满，或能传通声闻圣法，或能传通独觉圣法，或能传通无上圣法，令广流布，利乐有情，比于如是说法之所，喝骂毁辱，诽谤轻弄，欺狂逼迫，恼乱法师，障碍正法，由是因缘，令护国土一切天龙药叉神等，信敬三宝无动坏者，于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生嗔愤，广说乃至比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生嗔愤，广说乃至比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于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地狱。复次，善男子，于未来世此佛土中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虽恶有行，善根微少，广说乃至不见不畏后世苦果，见有所施四方僧物，四舍庄田人畜财宝花树果树染树阴树香药树等，基于资身种种杂物，我诸弟子俱戒复得精进修行，学无学行，乃至正德，最后极果，清净必除，所应受用。比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以强势力，或自逼夺，或教人夺，或为自用，或为他用，由是因缘，令护国土一切天龙药叉神等，信敬三宝无动坏者，于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生嗔愤，广说乃至比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余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地狱。复次，善男子，于未来世此佛土中有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
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善根微少，无有信心，谗举愚痴，怀聪明慢，言无真实，远离善友，随恶有行，于诸圣法心怀犹豫，不见不畏后世苦果，常乐习尽诸恶律仪，好行杀生乃至邪见，而怀傲慢，狂惑世间，自称我是住律仪者。比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种种方便毁灭我法，于归我法而出家者，烁烁嗔愤，喝骂回辱，拷处禁闭，割截肢节，乃至断命。我所说法不肯信受，坏苏堵波及诸四摄，驱逼避除，退令还俗，障碍剃发，披服袈裟，种种驱使，同诸菩树，由是因缘，令护国土一切天龙药叉神等，信经三宝无动坏者，于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心生嗔愤，广说乃至比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于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地狱。善男子，若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于上所说十种恶轮，或随成一，或具成就，先所修集一切善根，摧坏烧灭，皆为灰烬，不久便当肢体废缺，于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中定生无间地狱。此刹帝利旃陀罗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于当来世下见人身尚难可得，况当能证二圣不敌，无上大圣于其绝分，如是恶人大圣名字尚难得闻，况当能证无上佛果，使人究竟自损损他，一切诸佛所不能救。善男子，譬如有人亚游为业，一一麻利皆有重生，以轮亚之游遍流出，汝当观此亚麻游人于日夜中杀己生命，假使如是亚麻游人以十巨轮相续横压，于一日夜一一轮中所亚麻油数满千壶，如是相续至满千年，汝观此人杀己生命，所获罪业宁为多否？地藏菩萨摩诃萨言：甚多，世尊，甚多大德，此人所杀无量无边，所获罪业不可称计，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唯佛能知，于无知者。佛言：善男子，假使有人为财力故置十银房，一一房中值千银女，一一银女种种庄严，狂惑多人，恒为欲事，如是相续至满千年，此人获罪不可称计，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如前十轮亚游人罪等一银房所获罪业。又善男子，假使有人为财力故置十九房，一房中种种言事，方便招诱千单九人，隐性欢愉，昼夜无废，如是相续至满千年，此人获罪不可称计，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如前所说十银房罪，
等依酒房所获罪业。有善男子，假使有人为财力故致食屠房，一一房中于一日夜杀害千牲牛羊驼鹿鸡猪等命，如是相续至满千年，此人获罪不可称计，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如前所说，持酒房罪等依屠房所获罪业。如是所说，持屠房罪等刹帝利、旃陀罗王乃至沙门、婆罗门等旃陀罗人，于前十恶随成一轮，一日一夜所获罪业。尔时世尊而说颂曰：十亚游轮罪等彼一淫房，至彼十淫房等一酒房罪，至十酒房罪等彼一屠房，至彼十屠房罪等王等一。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卷第四。